我来吧。好了。扶一下，哎，有点累，兄长，有点累，兄长，慢点，哎呦，兄长辛苦了。哎，这场面羞死人了。我们走吧。府兵听令，挡住人群。你干嘛？见过书城世子。世子大人，万福金安。世子大人，万福金安。世子大人，万福金安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嫌我丢人丢的还不够啊？这可是败坏名声的好机会。赶快商量去。大家，免礼吧。你刚才说我得付你钱是吗？世子殿下若是不想付也就罢了，只需要借着沈爷的好便是。毕竟钱债一还，情债难偿。我觉得世子的情债更值些银两。这玉佩你刚才碰过，送给你了，应该是直接钱。哇，这可是传世的名玉，折合成银两，小人怕无法找灵。啊，不必，我书城也不知找灵是什么。哎呀，反正就是送给你了。哈，你是开欢楼的，对吗？嗯。那既然我付了你钱，也等于我逛过欢楼了，对吗？世子殿下怎么说，那便怎么是。那便好。各位，我书城今日逛了欢楼，还请大家记下，也可以四处宣扬这桩丑事，我不介意。这下可以走了吧？世子殿下慢走，下次带他还来找你玩。